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心与心同在。大家早安。主早安。在网络上发现有一个圣人，那这个圣人的名字叫做 Saint Corona。圣 Corona， 那这个 Corona 就是跟我们现在的病毒，新冠病毒的名字也是英文名字，也是一样的，是 Corona。那这圣 Corona， 它就是在意大利北部，就是在意大利那个新冠病毒开始蔓延的地方。那这圣人呢，刚好他就是大流行病毒的主保 ，Saint Corona。所以我们在这弥撒中，我们也祈求这位圣人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祈求天主能够帮助我们减轻，如果可以的话，免除现在的病毒的危害。现在我们大家人最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Amen。 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仁慈的上主，但愿这世训在即，使我们痛改前非，努力向善。求你也恩赐我们忠诚地坚守你的诫命，洗心革面，迎接逾越清洁的来临。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攻读出古迹。那时上主训示梅瑟说，你下山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败坏了，他们很快就偏离了我指示他们走的道路，他们铸了一只金牛朝拜他，向他祭献，并且说，以色列，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天主。上主又向梅瑟说，我看这人民真是执傲，你就让我向他们发怒，消灭他们吧，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梅瑟求他的天主上主息怒，说，上主，你为什么要向你用大力、用强硬的手臂从埃及领出来的子民发怒呢？为什么使埃及人说他恶意地领他们出来，要在山中杀死他们，从地面上灭绝他们呢？求你息怒，撤销要降于你子民的灾祸。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巴郎、伊撒格和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向他们起誓说，我要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我所说的那整个地方必赐给你们的后裔作为他永久的基业。于是上主撤销了
要降给子民的灾祸，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上主，当你对子民施恩时，求你纪念我。上主，当你对子民施恩时，求你纪念我。他们在何勒布铸造了牛犊，崇拜了雕塑的神像，他们用吃草的牛犊取代荣耀的上主。上主，当你对子民施恩时，求你纪念我。他们忘记了拯救他们的恩主，在埃及行过奇迹的天主，他曾在寒邦行过灵迹，在红海做过惊人的奇事。上主，当你对子民施恩时，求你纪念我。若非他所选的梅瑟出现，在地裂时站在他面前，求他平息怒火，他早已下令将他们灭除。上主，当你对子民施恩时，求你纪念我。基督光荣的君王，我们赞美你。基督光荣的君王，我们赞美你。天主这样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使所有信他的人得到永生。基督光荣的君王，我们赞美你。基督光荣的君王，我们赞美你。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若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耶稣对犹太人说：“如果我为自己作证，我的证据不足凭信；但另有一位为我作证，我知道他为我作的证足以平信。你们曾经派人到若翰那里去，他就为真理做过证。其实我并不需要人的证据，我提起这事只是要你们得救。若翰像一盏灯，亮的灯。若翰像一盏点亮的灯，你们只暂时享受了他的光明而高兴，但我有比若翰更大的证据，就是父所托付给我要完成的工程，就是我所做的这些工程要为我作证，证明我是父派遣来的。派遣我来的父亲自为我作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的容貌，你们也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中，因为你们不相信他所派遣的那一位。你们研究经典，以为在圣经中可以得到永生，正是这些经典为我作证，但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获得生命。我不求人所给予的光荣，而且我认得你们，知道你们心内没有天主的爱。我奉我父的名而来，你们却不接纳我。如果有人因自己的名而来，你们反而接纳他，
你们既然彼此寻求光荣，而不寻求从唯一天主而来的光荣，怎么能相信我呢？我不想，不要想我要在父面前控告你们。我，对不起，我欠了。不要想我要在父面前控告你们，有一位控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信赖的梅瑟。若是你们相信梅瑟，必会相信我，因为他写的是关于我的事。如果你们不相信他所写的，怎么会相信我的话呢？上主圣言。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如果有人在他们面前讲什么话，他们需要有证人，有别人来作证，他们才相信。那证人应该至少是有两个人，他们才能相信。我们所听到的，就是今天刚才我们所读的是《若望福音》的第五章。昨天我们所听到的《若望福音》第五章，耶稣上耶路撒冷，就在那个羊门、羊池那里，他治好了38年的瘫痪者。那事情发生之后，犹太人就开始在那边找耶稣，就要抓他。但是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时期还没到，他们没办法抓到耶稣。但是他们一直在追耶稣，一直在问，你做这些事，为什么你做这事？你凭什么做这些事情？那耶稣就说了，我不需要为我自己作证。如果我自己为我自己作证，你们不需要相信。但是其实在第八章，应该是14节吧，第八章我们可以在那边发现，耶稣就说了，我为我自己作证，我 的证据可凭信的，可相信的。但是今天是可能是第一次耶稣这样讲，他就说，那如果你们就靠我自己的证件，你们就不需要相信。那他所提到的，他说确实有很多很多可以为他作证。第一个他所提到的就是若翰，若翰先生已经来了，也为耶稣基督做准备，他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但是以色列人不会相信。以后呢，耶稣就说，那你们不相信若翰，至少你们相信我所做的事，他所做的工作也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但是以色列人还不相信。那另外一个，除了这两个，还有他的父亲，天主自己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们不相信，他们查经典，经典就是圣经，他们就查的圣经。那若翰就说了，耶稣就说了，圣经也是为他自己做见证，他们不相信。到最后他们说梅瑟，梅瑟是他们所尊敬的，他们称梅瑟为他们在这个法律上的是为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有圣经里面梅瑟五书的，他们的法律也是从那里。那他说梅瑟早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但是他们无法接受，他们拒绝相信。我想在我们每天的生活，有很多很多的证据可以告诉我们天主的临在，可以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我们有身体身世，我们有天主圣言，有圣经在我们中间，但是可能我们还要求其他的。我们应该可以接纳这些，这些在我们中间，证明天主在我们中间临在。
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是成为我们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精神饮料。愿天主永受赞美。请大家祈祷万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全能的天主，求你悦纳我们所献上的礼品，使我们所举行的圣祭常能洗净罪污，强化软弱的心灵。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你愿意我们借着克己苦身，向你表示谢恩，压覆我们的傲气，并能慷慨周济贫穷，效法你的温良慈善。因此，我们随同众位天使，同声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圣血。他甘愿使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身体圣血，并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催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教中方几个我们的宗主教若翰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的中日续完善。
求你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对于天主之母童真荣父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圣科罗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使天主永生永望。Amen。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基督身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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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祈祷。上主，求你赏赐我们借所领的圣事，解除罪恶的枷锁，净化心灵。我们的良心时常被罪恶折磨，因此求你以天上妙药治愈我们，赐予我们平安和喜乐。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阿们。主派遣我们去传报福音，弥撒礼成，感谢天主。我有